等于邓南阳，等于美国李逵王和宝，等于安迪，身为你的太太，我现在唯一能替你做的就是让你继续睡，做你的美梦。安迪，你这世人只会当是我一个人，啊，李总的歹势，前二三摆吼人拢伫国外啦，这摆时间哦，绝对拢留乎你啦。大船入港啊！哇，这位倒是黄董，吼，文明不如见面，果然是烟斗又搁霸气嘞。你两位是？你唔捌我，我唔捌你啊，粉丝啊。我是黄董，订阅就懂。啊，对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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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今天你有实在是有够好运，拄着偶像，你一定要替我那个铁粉签名去啊。你那有啥物问题啦？来。请进。哎，阿弟啊，花豹物流让渡数，这我的公司呢？唔当的呀，你公司遐尔啊济间，而且你常常咧国外走来走去，伤无用啊啦！你把这间花豹物流搞阮来处理，和粉丝咧替你来分忧解劳啊！啊，恁这安尼是抢劫呢？我无可能签啦，我会签你啊！来。好，来，刘创将，你阿放开哦，我无可能签啦。这，敢放开啊？你敢放开啊？走喺度啊？哈，莫紧张啦，出去饮茶啊，哈，行。因是我甲董宇登记的迄天来找阿伯讨债的人，而且后来迄个光头佫想要甲骂了我操！这是咪？我放屁啊！丢人啊！你们老兄，你们对乱讲不要！丢人！记住啥？记！哦哦，这个这。你切错个这边的路呀，惊着了！
不要。秘书，你应该不能来。你来，就是安尼，救我一命。不要啦，啊是安怎遐的人要甲你抓？讲啊，你也不相信。光头白日，这两个唔正经，今日想要抢我的公司啊！无意外啦，之前阮家的人嘛才过用的开，啊你即摆紧报警，啊找一个所在避起来，无我惊因阁会入来。兄弟，你叫啥物名？留只电话给我，明天我好我报答。啊，唔免啦，小可代志尔，你无代志就好。你即摆紧避起来，我阁打电话给因，今即摆伫倒位。那咧多谢你呢，你家己也说你。袂啦。你车前了开的一台奥托拜，你又叫袂着？恁俩就讲你走会起身，我绝对会找你算账。赵小姐啊，咱要见面啊！吼，你，我就感觉你改面色啊！你叫陈祖伟，今嘛要去黄家食堂，想袂到吼！啊，若是迄个你遐添贵啊，身躯边有啥物人，我是拢一清二楚啊！你想要创啥？你莫乌白来哦！莫乌白来咧，破坏我的好事，你就是该死！你来咧！我有送你，你讲中你这个脚骨，我就放你走。一个面洗做这么烟头，那是摆脚，足可惜的呢啊！光头白日，伫路去拍人，老总海，你真大胆！你听我讲，要甲指挥卡讲完等啊！我咧看你有几亿卡好讲。青木社长啊，这个少年仔欠我钱，我只是来讨笑尔呢。你又袂讲？你之前伫咧街仔路乌白抓人，我拄好经过斗三江，你即马才来找我算账。之前欠几阿伯欠你钱，你嘛找遐个人去找董源麻烦。啊，讲迄个光头。伊之前捌绑票过阮妈，好佳哉，就当处长把阮妈救落来，一定是这个歹人哦，咧背后咧做数的。哎，快！你真假的？好，你卖乖，你卖乖。哦，你够有鸟呀！够啊！你是不是小外牲口啊？我看你是什么玩笑啊？想到你小外牲口？我这种人我更是不用的。好啦，别再混开啦。你先休算，玩吧。你敢求阿勇？
不要叫我主人，叫我有人，出来谢谢你。我见好啊，我跑出人命。郝宗怀，今日就先安尼，我警告你，以后不准我找这少年的麻烦。走。本董事长，你敢有要紧？啊，若是真正无合你的口味，你莫勉强嘛。不是啊，这对我来讲是较甜无唔对啦。啊，不过这为了正规啊，我愿意配合。这位往三罐米过来。哎、欸，本大爷，林某，阿伯，我今日面哦，直接点要套餐。哎，这个我想到讲哦，以前甲金辉爱食凉面，一定爱配米。嗯，安尼才合味啊。啊，对哦，周董事长，本董事长。我听讲你跟阮爸是做兵时阵识识的，是啊，是安怎样？我大个时阵，阮爸就失踪啊。啊，我细汉敢若听过阮妈讲过阮爸，恁敢会使讲一寡阮爸做兵的代志啊？当然好啊。志伟啊，这虽然讲恁爸无伫的吼，但是我要甲恁爸就吐槽一下。你本当啊？陈正辉虽然无伫啊，不过伊即摆天顶看，你是毋是有别人讲话啊？我即摆要讲的是真正发生的代志啊。在咱做兵的时阵，上期待哦，就是厝内面行来配啦。啊，恁爸哦，这十遍哦，恁母也加配给伊哦。伊上少看十遍以上啦，啊，十遍就笑到安尼哦，戆头戆面啦。啊，有一遍哦，有一段时间配数拢无来啊。正辉啊，哭袂煞啦！啊，一时啊，一个烦恼讲哦，是恁母啊，你甲伊生气啦！啊，一时啊，搁咧烦恼讲，伊是破病，啊，是出什么意外啦？迄个时阵敲电话搁无方便啦，伊煞烦恼到强要做刀兵哦，走出营区啦！后来咧，后来哦，你买被哦，好好藏伫迄个沙发室内面，结果是迄个。上坡夜郎闹高去，第二天恁爸就收留。结果因为这件代志哦，规个野区的人哦，笑金辉啊笑一个月了。我讲大兄哦，感觉实在是足无面子的。有一段时间哦，拢把金辉当作无熟识啦。安尼听起来，我感觉阮爸足古锥的啊。啊，对，啊，就要讲无唔对。啊！迄当中啊，陈正辉，我相信伊的心肝内足艰苦的。但阮这无品啊，笑一个用情足深的人，也是讲恁两兄弟啊，我咧听起来你嘛真正足无义气的人。那迄阵做兵嘛，较少年，较袂晓想啊。你讲得无唔对啦，即摆想想的哦，确实是无啥义气。就当。啊，有三杯啊！你搁倒第四杯啥？好啦，这是我甲阮大兄哦，饮酒的习惯啦。啊，特别阮伫咧饮酒的时阵，阮拢会替金辉啊传一份啦，就当作迄金辉啊永远拢伫咧阮的身躯边啊。金辉啊，啊你哦。今日从你过去的这道柜台，阿公我指挥听，你是唔能加想去呢？啊，伯爷，等做伙敬一回啊！哎，等下啦，我搁伫遮呢。